开饭。今天我家饭走，这个是大鹅炖粉条炖土豆，我把这个粉条单独给它盛出来了，嗯，真香。看看咱家的粉条，贼拉好吃啊！找块肉吧，不吃这个。嗯，真辣。就是炖菜里边不管炖什么都愿意放点土豆，我最喜欢吃里边的土豆，喜欢吃面面的，太烫，刚出锅的。